队最强。你上面你自己看视讯上面，你看小杰哥脸已经歪一边了。没有，算了。感觉这一季蛮强的。很强哦。因为王建民听说要参加。哦。那应该是我的吧？对，不是同名啊，同名不同人。给你。我从来不向命运低头，无论输赢，我永不放弃。我从来不轻言投降，所以我一直是王者。我曾经站在世界的高峰，这一次我要挑战你们。我在全明星运动会，杰哥，你那个红队的都先会转来支持。郭哥说，现在红队的都会跑去支持黄队，怎么会这样？应该先来核对一下。怎么会这样？郭哥，我们两个是合作的，因为我们现在在郭哥的店合作的，黄队最强。你上面你自己看视讯上面，你说什么？你看你的视讯上面，你看小杰哥脸已经歪一边了。没有，算了。小云教练最近应该开始在比了吧？还没，准备了啦。要怎么选？因为现在红队都在我这边的、啊，然后品浩也过来了，他就说钱姐不要帮他，然后来黄队。不能这样子，我们不能把那种红的、蓝的都吸收过来，这样其实我们本身就太强。不然这样啦，既然就是都这样，我们要联合，那就我们大家一起共用。可以。而且啊，你看哦，其实你们如果黄队跟红队，你们练习的时候就先模拟赛，你们先约好，练习的时候就跟对手先比，对，就知道研究战术。感觉这一季蛮强的，很强哦。等我们等一下，先选好再说。对。对啊，到时候先选一下，因为王建民听说要参加哦，那应该是我的吧？对，不是同名啊，同名不同人，给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只是打保龄球而已。是杰哥，先给你没关系啊。我先看一下是不是那个王建民。现在要冲过终点了，会不会破大会纪录啊？即将抵达终点，飞鸟飞起来，飞驰非常的远。